试问下列各数列是否为等差数列？如果是，试求它的公差为何？好，第一小题我们来看，我们从第二项减掉第一项来看呢， A2 减 A1 是8减5是等于3，再来第三项减第二项，11减8也是3。好，那我们呢14减11一样也是3，17减14还有20减17，还有最后一项23减20，它们的差都是等于3，所以我们就可以知道说它的差是一样的，那么公差就等于3，所以第一小题它是一个等差数列。好，那第二小题呢，我们一样来计算哦，4减8等于负4，再来第三项减第二项，0减4等于负4。好，那再来第四个呢，负4减0一样也是负4。好，那负8减掉负4，好，所以是负8加4，所以一样也是负4。最后一个负12减掉负8，所以负12加8一样也是负4。好，所以每一项减掉前一项，它所得到的差都一样是负4，所以我们可以知道它的公差是负4。好，这两个小题它都是等差数列。